普京被捕身死不明，已用替身14个月。汉奸法来了，中共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罪引热议。深圳排洪水淹香港，民凤融入国家发水大局。五角大楼或在10月公开重磅报告。日前，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接受自由欧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语出惊人，称普京已用了替身14个月。他说，那个大家认识的普京最后一次露面已经是2022年6月26号的事。女主持追问，所以他一是就过了身，一是就是健康状况很糟糕嘛。对此，布达诺夫没有明确回答普京到底是生是死，只是说有可能是他不想露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布达诺夫还提到，早前一段时间普京和官员开会的影片，该段影片摄于俄罗斯雇佣兵阿格纳集团头目坠机身亡的前两日。布达诺夫声称该影片当中的普京可能就是替身。由上述的影片当中可以见到，普京开会期间举起左手看手表，但是就发现没有表，之后再由右手取低手表把玩。布达诺夫表示，普京向来都是右手戴表。主持人问他，这个是真的普京吗？布达诺夫说，留给大家自己判断啦。女主持指，他认为是普京替身的时候，布达诺夫同意他的看法，但他未直接讲明普京是生是死。布达诺夫过去都曾经坚称普京有替身，指乌军情报部门发现普京替身会在特别场合出现。他说，我们知道三个替身不时会出现，但我们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个，但最容易露出破绽的是身高、耳廓和身体语言。今年一月，布达诺夫接受美媒 ABC 访问的时候说，他已经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肯定他患癌，我认为他很快会死。普京使用替身躲避暗杀等的传闻，早就成为了国际政坛以及媒体的热门话题。另外，和普京关系密切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传都时常以替身露面。早前有韩国专家表示，由牙齿、耳廓和眼神当中判断出露面的金正恩和本人有明显差距。近日，中共官方推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引发民间质疑。因为该草案而修法处罚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特定行为，但是就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外界批评在缺乏具体定义的情况下，根本就是口袋法。亦都有人质疑，看动漫、坐考斯特、穿西装打领呔算不算，边个来界定？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8月底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新增多项处罚行为。草案新增第34条，包括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言论的等都要受到惩罚。但草案并未相应提出何谓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具体定义。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曲卫国在微信公众号发文指出，按照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这个的表达式，被伤害的主体实体应该是中华民族，且不能够说这里的感情应该怎样定义。按照这个表达式，被伤害的不是个别的中华民族成员，而是全体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样就法律判定而言，怎样可以确定全体中华民族的感情被某个行为伤害了呢？即便不是全体，而是多数。法院定罪的时候就必须确定这个多数。问题是这个多数又应该怎样证据确凿地去确定呢？随着相关消息持续发酵，很多网友都参与讨论。有网友提出，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感情？一个管理治安的警察叔叔可以说到是吗？吃日本海鲜、穿日式服装算不算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看动漫、坐考斯特、穿西装打领呔算不算？边个来界定？以后还可以批评中国足球吗？如果穿着文革时期造反派服饰算不算？文革可谓是党中央明确否定的事情。亦都有网友戏说，吃一啖肯德基就举报你，以后只要讲话过爱好就是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还有人直言这项草案根本就是典型口袋法立法，拎来扣人汉奸反贼的帽去入罪。口袋罪类似于寻衅滋事。
對此，中國異議人士龚宇劍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中共當局此時新增禁止傷害民族感情條文，同日本排放所謂核污水之後，當局掀起民族主義反日情緒有必然關係。此時定規定，繼續煽動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繼續嚴厲管控中國人的衣食住行，全方位管天管地管空氣，管到去中國人日常生活小細節，形同網格化管理。完美咁又一次證明中國依家喺習近平極權統治之下，朝住文革正喺度一路狂奔，呢個係末路嘅狂奔，中國人民冇任何嘅自由。龚宇劍仲舉例話，9月2號電視劇《雲之羽》上演，居然有好多網友去投訴，喺《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上面投訴電視劇有嚴重嘅倭寇風喺入面，有日本化嘅傾向，中國人民喺奴化思想洗腦下，喺某種程度上，中國人民同共產黨其實係分唔開嘅，相當悲哀。事實上，早於2022年8月，一名中國女子身著和服喺蘇州嘅日式風情街影相，就被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帶走，理由係質疑佢所穿著嘅和服係煽動民族仇恨。當時該事件一度引發軒然大波。台风苏拉吹袭深圳，9月7号港府于深夜23:44发出公告，宣布深圳水库将于8号00:00排洪，可能导致香港北区水浸。值得关注的是，就7号之前港府发声明强调，网传北京即将排洪或至北区水浸一事纯属谣言。有网友表示，原来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不少中國網民批評政府在排洪前16分鐘才發出通知，根本不夠時間準備，質疑政府是否有心整蠱市民。還有網友感嘆，香港新界竟然變成了深圳的排洪區，真是要多謝祖國送大禮。還有不少的網民揶揄，符合國情，香港融入國家發水大局，有福同享。值得關注的是，就在9月1號網傳深圳即將排洪或至北區水浸，港府發新聞稿澄清，指深圳即將排洪消息純屬謠言，執法部門會跟進。港府表示，對於有社交媒體流傳指深圳即將排洪可能導致北區水浸，有關消息並無事實根據，純屬謠言，譴責發布有關虛假消息的人士。政府發言人指，市民應該留意政府官方渠道發放的公佈，例如特區政府按機制接獲深圳通知排洪，會盡早通知市民，並作出相應行動及安排，保障市民安全。有網友感嘆，原來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香港人要相信謠言才能夠自保。9月6日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拉特納在防務新聞發布會上面說，美國準備發布關於共軍狀況的首份非機密報告，該報告詳細介紹了美國所理解的中共軍方的國防和軍事能力、國家安全戰略以及過去一年的一些事態發展。他說，這個將會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令民眾能夠理解它，並真正突出其中的新內容，因為這個是一份內容非常豐富的文件。拉特納說，五角大樓的報告包含美國對中共軍事能力的最新了解，以及對中方尚未公開的一些行為的擔憂。目前仲未知道公開中方軍力評估對北京政策走向造成的影響。預計五角大樓報告將會在中共11之後發布，美軍方表示很可能在10月中旬的時間範圍內，但是正式的發布時間仍然在考慮當中。無奈之前在南中國海區域，共軍飛機和艦艇頻繁地過度靠近美方軍備設施，並做出不安全的動作。五角大樓對此已經發布了多次警告，但並未改變中方的行為。拉特納說，我們確實需要一種機制來討論這種行為，以確保他們不會阻止我們在周邊地區執行航行任務，這樣很危險，中方必須制止他。